姐，你说鬼子他们走了没有啊？我爹和王大哥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玉儿，别乱讲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不能动。不用紧张，是王先生。是我，营长。大哥，大哥，情况怎么样？鬼子还没走，但是有个新的情况，土肥圆到了，就住在玉儿家的正房里。住在我家？真恶心。来得正好，杀了狗日的。不，土肥圆的不期而至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。什么好机会？救出宋姑娘的好机会。你的意思是说活捉土肥圆，拿他交换宋姑娘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主意好，大哥你说怎么办吧。鬼子人多，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，得速战速决。抓了土肥圆以后立刻出村。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按道理说这种事情他们只派一个中佐来就可以了，为什么土肥圆会亲自来呢？我想这会不会是……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，但就眼下来说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好的办法。我们好办，可是江森他根本走不了多远。这样，大鹏、铁柱、天生，我们四个上，其他的人留下来。大哥你一句话，抓还是不抓？
么回事？这么乱！太君，土匪来电了，找不见了。什么？估计被人杀了。八嘎！快点！少佐刚刚发来的电报，你下去吧。嘿，他们正按你的思路走。他们是想去哪里呢？报告。进来。少佐，您找我。立刻给伪熊少佐发报。哎呀，王营长，孔先生，你可回来了！我这心呐，一直在嗓子眼提着呢，生怕你们让鬼子给追上。没事，我们呢，出了村子以后，在外面绕了一圈就回来了。哦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帮畜生，把这整个院子里里外外的折腾了一个够。哎，还没顾得上问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叽里呱啦的滚蛋了。王营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大鹏他们呢？啊，是这样，王让他们呢在村子外面等着呢，我们得赶紧走，鬼子很可能还会再回来。对，赶紧走，这小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孔先生，这回这是连累你们了。哎，你说的这叫啥话呀？我去给你们备车啊，这样你们可以走得快一点啊。好，谢了。我去备车了啊。也不知道大鹏哥和王一长他们怎么样了，抓到老鬼子没啊？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王一长想做的事儿没有不成功的。
是我，回来了，营长，回来了。大鹏哥呢？哦，你就放心吧。怎么样，抓到土匪员了吗？抓到了。太好了。但是现在有个情况，咱们得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问问Johnson，他的情况怎么样？如果走的话，可以不可以？Johnson。 Yeah. We're going to take you out of here now. Can you walk? Yeah, no problem. I just walk a little slower. Is that okay? Okay. 他说没问题。那好，咱们马上出发。哎，小王，走。是。 孔先生，王营长，哎，你看这车行吗？没问题。 进了山以后就不用他了。哦，小童，或者江子跟你上车。是。 Let's go. No. Really, I'm fine. I can do it myself. 小童，告诉江子，一路上少说话。是。Johnson. Yeah. Quiet the enemy. Okay. I'll be heard. Okay. I'll not speak any word. Okay. I'll keep quiet. 孔先生，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现在看来，你们住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。 还是赶紧找个地方暂时避一避，等过了这阵风头，你们再回来。啊，你们赶快走吧，我们到哪儿躲一阵子都行。好，王大哥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玉儿，你不能去，你会给王营长他们添乱的。我添什么乱呀我？我又不用他们扛，又不用他们背的。你，哎，孔先生，玉儿，这次我们护送江森一路上会很危险，会带很多的账，你跟着去不方便。我跟你们一块去打鬼子。 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任性啊？这又不是去逛大街。孔先生，孔先生，玉儿，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跟你爹在一起，好好陪着他，等我们胜利的好消息，好不好？嗯，这就对了。走。走，童姐，你们要小心啊。哎，童姐，我的好玉儿，不要难过。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。好了好了，你赶快让他们走吧，啊！玉儿最乖了。嗯。上车。是。孔先生，哎，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。好，我们收拾收拾，也马上走。好，保重，保重。 告诉大鹏哥，玉儿等他回来。爹，好了好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 是连队长的消息，他们的意思是，想要告诉我们连队长还活着。今晚午时，在城西30里的西洼村，我们用你们的连队长土肥原交换被你们抓住的宋无骄，要想让你的连队长活命的话，就乖乖的把宋无骄带了，别耍花招。 西洼村就在这里，但这里是一片开阔地啊。他们是怕我们打他们的埋伏。看来，他们还没有识破你的意图。我这个计划本来就是天衣无缝。
我们可以命令东面的池田中队、北面的鸠山中队，还有昨晚刚从孔家庄撤离的尾雄中队，三面悄悄向西洼村集结，在午夜前完成对西洼村的包围。不行，如果我们一动，他们立刻就会发现。他们是绝对不会在那等着让我们去包围，一定会派人监视我们的部队。如果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悄悄溜走了呢？所以跟踪他们一定要是一流的忍者。横木二郎。嗨。我要的人呢？选出来了吗？已经在门外等候了。按照你的要求，他们不光武功一流，而且跟踪术也无人能及。我知道日本忍者中有这么一类人，他们的跟踪术真的这么高超吗？是，他们在刺杀麦国首相全养义的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而且在跟踪的14天过程中未曾被发现一人。全养义的保镖都是日本一等一的高手。嗯，但是他们对我们的跟踪却毫无察觉，而且我们确定了全养义的住所，最终我们的军官才完成了他们的壮举。好，我还听说有一个匍匐前进连狗都追不上而且无声无息的家伙，是谁？鬼冢，他也在门外等候了。好，带我们出去看看。嗨。
我们不得不防鬼子这一手了。在不动用大部队的情况下偷袭，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。营长，他们来了。啊，营长，孙政委来了。啊，你好，孙政委。你好，我们没有来迟吧？没有没有，来的正是时候。队伍安排的怎么样了？都在谢洼村，不过只有20多人。啊，那也足够了。走吧，李明说。哎，走。哎，江森，情况怎么样？他没什么大问题了。那就好。孙政委。哎，老孙，来吧。好。老孙，你看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就在这儿换人，然后撤回西洼村。你呢，在村里面埋伏，设法阻击敌人。好的，我们带上江森，出了村以后向西南方向走，把他送往根据地总部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们没有被鬼子发现，就悄悄撤出西洼村，向正北方向走。好的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小王，到。营长，给他解开。是。嗯。干什么？王营长，这家伙不会听得懂中国话吧？你放心，他听不懂，我试过了。哦。天就要黑了，一会儿我带着土肥圆还有孙政委，我们一起走。营长，走吧，老孙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会后悔的。快走。嗯嗯，走。同志们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统一行动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各自的任务，一定要有整体观念，不要因为某一个人的一时失误而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，记住没有？知道了。嗯。王营长，小心呐！放心吧，你们记住，时间、速度、纪律是我们这次任务成败的关键，明白了没有？嗯，走吧。好。你喜欢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瞄准镜啊。瞄准用的。对啊，这个就跟望远镜似的，它能把目标从远拉到近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真是的。哎，小王啊，以后你教我打枪。行。哎，你不是会打枪吗？不会。哎，杜大哥，
我听我们营长说，你扔手榴弹能扔200米远，而且要打人头都不打耳朵上。嗨，200米多远？杜大哥，看到前面那个墙没有？从咱们这儿到那个墙，差不多2个这么远吧。这个距离没问题，再远了就不敢说了。那你可够厉害的。那也没你厉害。你用枪啊，打得比我远，比我准。还是你厉害。你说你一个石头能在100米之外要人命？杜大哥，你是怎么练的？这石头啊，我天天扔，扔了15年了，扔得多了就打得准了。又练武功又练扔石头？我师父说了，这扔石头也是练功啊。那你说这石头也应该属于暗器吧？那可不是，暗器的窍门是暗，这是明的，这不能算暗器。那你会暗器吗？不会，师父不让练。这暗器啊，偷偷摸摸，不正大光明，不上道。小王，哎，廖大哥，这扔石头啊，是打狗用的，那不叫功夫。哼，绣花针是娘们用的，那就叫功夫了。可是他能出奇制胜，你管他是男人用的还是女人用的？石头能砸死人，管他是不是用来打狗的呢？哎呀，你俩别争了，我看你俩这都是好功夫。哼，他瞧不起人，是你瞧不起暗器。能杀鬼子就好。就是嘛，铁柱大哥说的对，能杀鬼子的功夫就是好功夫，咱谁也别瞧不起谁。谁瞧不起他了？我也没瞧不起你啊。我倒是觉得你们的话里都有瞧不起对方的意思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本事都比别人大呀？我没有。我也没有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人家王营长本事不比你们小吧？可是瞧不起谁了？把你们谁不当兄弟看？为啥呀？因为他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，懂得尊重别人的长处。这一点你们要向王营长多学着点。童姐，他们也不是谁瞧不起谁，就是有点不服气。我看呀，这也不算啥坏事，只要咱们杀鬼子的时候同心协力就好了，是不是两位大哥？就是。行了，我们收拾一下赶紧走吧。哎，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。两位大哥，走啊！娘们儿！铁柱大哥，那边。大鹏哥，你怎么还板着脸呢？咱们都是兄弟了，再说执行任务要有个好心情。
要不然枪都不听你话。哎，杜大哥，你冲我笑一个。咋笑啊？嗨，笑都不会嘛，就笑呗。嗯，哎，廖大哥啊，你也冲我笑一个。嗨，廖大哥，笑一个嘛，要不弟弟执行任务回不来，就看不到你笑了。你就笑一个吧。哎呀，快点笑一个。啥呀笑？快点笑一个嘛，廖大哥。哎呀！哎，别闹了，赶快走。哎呀，娘们儿！哼！小东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小王、天生、大鹏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一定要按照王营长的指示去做。是。铁柱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小青。哎。香。如果王营长没有说错的话，小鬼子现在应该已经到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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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